有大腿抱的感觉是真的好。好的，各位学员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电竞战线。怪不得平时总有人说要找大腿，原来抱大腿是这么爽的一件事情。前天啊，拉了个大佬粉丝双排啊，直接溜了菠萝一整把，哪怕这个佣兵被打了个双倒，还是照样溜舞台，外加一个嗨门战，门都开好了，他还在溜，甚至试图跳地窖，最后呢，在了破人恼羞成怒的闪现一击，结束了罪恶的一生。抱大腿的感觉真爽。好啊，那我也不能拖后腿了吧？这把邦邦一上来就追着我们的大腿前锋，然后就转追咒术师了，一上来就惹了两个爸爸。你看三层后多布，就问你怎么追，然后他居然追我了，干什么？为什么不让我修机？我只是想做一个简简单单的修机人呐、啊。魔术师修的四合院，那这个位置就不能绕了，直接转三板，看能不能进小木屋。好啊，转小木屋失败，那就转沙包废墟，反正能离他们的电机越远越好。邦邦开了遥控炸弹，这波一定要注意一下走位啊，这个抛物线一看就是要往前丢，哎，炸不到，气不气？再来一个白球拉开距离，其实这个地方用个黑球更好一点啊，可以完美的封住邦邦的路线啊。但是那一瞬间想的是丢球拉距离啊，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啊，但是问题不大。红包点靠近了，再来一个火球继续拉开。邦邦到现在都不叫闪现，这不会弹是金身吧？好了，已经溜出一个火球了，这波不亏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电机应该是够的。不过邦邦前期干扰了三个人的修机，应该会慢一点点啊，但还差两台整机。哟，前锋这个球可以，邦邦果断交金身。来，被打波面没事啊，直接拉远一点。邦邦切技能了，他现在估计也很着急的，还差一点电机，那就前面那个角落吧，反正能怎么拖时间啊就怎么拖时间。再给他丢一个黑球，给他一个小小的减速。可以，前锋又帮忙撞了一下，这一下就是单纯的拖时间了。想要看这一秒不到的眩晕时间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这个简简单单的动作又拖了将近15秒，后期每一秒都是非常关键的。黑妹来补电机，魔术师来救人，电机压好了，直接头铁捞开还行。好，电机可以亮了，不知道邦邦有没有在尊严斩，反正这把四人开门战你们应该是可以赢的。哎，居然没有追我，那我就去开大门。开门嘛，又不是不能开。等等，邦邦传送了，这么着急吗？你好歹等我靠近大门再传嘛。我感觉这把邦邦已经裂开了，给他们报个点，让他们赶紧开月亮门。40%了，黑妹还有三层后盾布，这把稳了啊。前锋魔术师都在这边。四跑还是很爽的，但是看到这个邦邦过敏的感觉有点心酸呀。哎呀，溜了溜了，还会再见吗，观众朋友？再见的时候你要点赞关注好不好，观众朋友，你要点赞，你要关注好不好，点赞关注，你以后可能刷不到我了，没关系，你给别人点赞关注，观众朋友，观众朋友，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，朋友，观众朋友。